Hello， 日本 Sega Toys 推出 Homestar 系列，让我们在自己家里的天花板上就可以看见满天星斗。那么在这个系列里面最特别的就是 Homestar Spa， 这是一个可以漂浮在浴缸里面的投影球，它有三种不同的情境。第一个是满天星斗，所以你可以一边泡澡一边仰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。那么第二呢是玫瑰浴，它会投射出玫瑰色的灯光，然后在浴缸里面也会投影出这个玫瑰的图样。第三是深海，所以把天花板变成蓝色的，那在浴缸里面你也可以看见海底的情境。所以透过我们看见这些情境，我们就可以转换我们的心情来获得放松。那么除了放松之外呢，我觉得 Homestar 也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面很轻易的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好玩的摄影背景。